请问它是会扁对不对？棒棒，会吗？应该会吧。越风越亮眼，我独特的圈，完美的不可缺。然后你要抓一抓，放。因为打到我的脸的肉都会震。好，可以啦。请进。我自己是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确定想要往演艺圈这条路走。那您的出发点是？这个一提你就知道这有多久以前了。阿妹她第一张专辑《姐妹》，那是我在我就十一岁那时候她发行。然后在十一岁，就是我看到阿妹以前，我对于歌手的印象是停留在邓丽君那样，所以我就对歌手的样子跟她的表演方法会觉得哦，应该是长这样的。但是当我看到阿妹在台上，就她很独特，那时候没有人这么做嘛，就很热力四射啊，很有舞台魅力，然后很有律动感，然后又一定要摇脖子，就说哇，摇脖子，一定要摇脖子啊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跟她一样。所以就从十一岁有了这个想法开始，到现在就一直在这个方面努力着，好久了，好像觉得我们很像，因为我也是当初想投他，是因为看到蔡依林在台上，他很有自信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好想跟，就是想要像跟他一样，对，所以我就从小就也是去上跳舞课，然后慢慢的就从跳舞课先开始对嘴什么之类的，去模仿一下。就真的有幸运之后开始去参加比赛什么之类的，然后之后来到这里，坐在这里跟你抬杠。梦想都是要靠自己争取，我觉得任何的表演都是从模仿开始。我敢说，我80%唱歌技巧都是学阿妹的。所以如果你们现在不管是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找一个对象好好学习，他是很对的，有方法。演艺圈是这样啊，我已经有了张惠妹，我要为什么要有第二个这样子小张惠妹，或是我有蔡依林了，我为什么要小蔡？你要做的是微微嘛，我要做对，第一个微微嘛，懂吗？这个概念要放在心里面，懂，铭记在心。